从我们去坐船了，现在我们在海口的红树林。富氧离子浓度，哇，这么高啊！湿度、温度。由于大部分树种属于红树科，所以植物学上统称为红树林。它们体内含有一种叫单宁的物质，单宁在空气中氧化后就会呈红褐色。在东南亚，人们常用这种植物的树皮提炼红色染料，因此人们称之为红树林。哦，刚刚坐这个游船简直太舒服，我都要睡着了。我也是快睡着了。风吹吹是吧？风吹吹，然后那边其实景观还可以啊。坐坐这个游船，慢慢悠悠的，希望它有两个小时我可以睡一觉。嗯，现在是下午茶时间啊，刚刚吃了椰子，然后里面的肉很嫩。我听说他们这个吃不完的老，就是那种老的，就喂鸡。果然他们这边的鸡就很好吃，又吃了释迦，哇，这个释迦真的超级甜。还菠萝蜜呢，吃爽。哎，对对对，菠萝蜜也很甜。你看看，现吃生蚝了，现开现烤，感觉哇，这也太有点过了，已经过了。这真的很大，吃过最大的生蚝，好好吃。它里面还有点咸，是因为它刚开的时候。海水。嗯。好好吃。